陈小爱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是一个被别人前呼后拥的明星，但是我很少很少能够跟我相信的人这样促膝长谈。 不管是快乐，还是悲伤，我只能一个人默默的去承受。你不要这样嘛，我觉得其实你人也不坏啊，我是不太懂你们的世界。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了吗？不然的怎么样？ 演，给我5秒钟，我另一只眼睛也能留下眼泪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你怎么这么无聊啊？真的好幼稚，真的好幼稚啊！孩子，不要说动手就动手，好吧？幼稚。走。手机给我。拿来呀！如果你不想水战被别人掀翻的话。 清平，是我，你姓葛。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很好，衣食住行都很好。一会儿我会发给你一个定位，明天早上记得给这个位置送一份早餐。哎，行了，别啰嗦了。嘘。谁答应让你住这里的？孙小爱，我只在你家借宿一晚 ，OK？明天节目结束以后的话，咱们各走各的路。不过你不想让我住也没关系，除非你把我从天台上推下去，不然的话，我是不会走的。 真怎么就没礼貌？起来啊！起来！起来！小爱，起来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谁啊？我未婚夫，你快起来！你快起来！我一个大男人来你这借宿，大男人怎么心房成何体统啊？哎，哎，小爱，我进来了啊！快进去！你干嘛呀？本来就没什么事儿，让你这么给我藏起来，万一被发现了的话，你真说不清楚了。嘘。 你怎么来了？小爱，啊，你不是说要挂照片吗？我怕你一个人不行，我过来帮忙。都挂好了呢，很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小爱，啊，今天晚上特别想你。嗯，那你就让我陪你待一会儿吧。不是说好了吗？结婚前不可以住在这里的。 那我肚子有点饿，你帮我煮碗面吧，吃完宵夜我就走。这么晚了，吃东西回消化不良的，这样吧，你赶快回去休息，明天早上我给你做早餐，好不好？我这来都来了，你干嘛非得赶我走呢？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去厨房，看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帮你做。走。哎，小爱，我怎么觉得那个照片挂的还是有点歪啊？有吗？有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
我没干嘛呢。哎，小艾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柜子的门是不是有点松啊？没有吧？走吧，面都坨了，赶快来吃。嗯。你说说你，啊，堂堂一个大明星，生生让你弄成一个奸夫。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别说我没提醒你啊。刚才他来这一趟，我觉得根本没他说的那么单纯。你去厨房做东西的时候，他在你屋子里翻箱倒柜，不知道在找什么。我今天就不该收留你，要是被他发现的话，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这是好人没好报。这话应该我说吧？算了，你要睡这里也可以，但我要警告你，不准破坏我房间里面的任何东西。如果你不遵守规定的话呢，我就把你一脸包的照片发网上。你不要太过分啊。嗯，彼此彼此。啊，不许乱动哦。春天提醒您，今天是您的婚纱试穿日。孙小姐，要不要一起吃点？这是你家的药膏吧？效果不错，一晚上四饼不见了，肌肤水当当，处于坦克包。回头把秘方给我整理好，我给你带个盐，保你赚大钱。谁准你乱动我东西的？还有，谁让你贴我婚纱照的？你知道这样会触霉头，我会倒大霉的。你倒霉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好心收留你，你竟然恩将仇报。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侄子亲手跟我做的。我说怎么好端端不见了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？我那天拍婚纱照的时候，你自己撞到我的。要不是你穿婚纱追星，我会撞到你。算了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家。好，正好呢，我也吃完了，一会儿咱们俩还有任务要做，走吧。跟我一起去玩乐。我不去。孙小姐，拜托你成熟一点好不好？今天任务完成以后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以后你想见到我，也只能在电视里慢慢看见我，欣赏我了。好，我去。但是你欠我的，我会要你还的。这比我好怕，他的样子好可怕，而且他的气场好强大。虽然新哥穿得像个黑怕，但是你别总见面跟我吵架。更衣，护驾。神经病啊！